种神秘怪异的传说，谁也没有亲眼看见过，但是有很多人听说过，尤其是对喜欢始乱终弃的负情汉，巫术的惩罚与报复特别传说的厉害。国内的云汉苗贵区，东南亚的泰国、越南、高棉，据说会巫术的女人很多。这个故事完全根据泰国与香港流传的荒野奇谈搜集改编而成，信不信由你喽。本港时间上午8点钟，香港电台现在是新闻报告。署理荃湾专员吕孝瑞昨日表示，位于青山道与大河道交界两栋楼宇即将清拆以进行道路工程，大部分受影响的业主已可以接受政府给予他们的赔偿。该两栋楼宇买了两个住宅单位及23间店铺，政府收回两栋楼宇以便腾出地。爸爸，你快来看呢。什么事啊？有一只手，好可怕。别怕，交通之一部分计划，直至目前为止，98%住宅业主地下15间店铺业均已接通。 HQ127 女性，年龄大约6-7岁，致死原因是给尖锐的铁器插入头骨，引起脑挫伤而死亡，死亡时间大约在10天前。哎，鲍比。哦，关于那小女孩那件案子究竟怎么样？我已经派伙计去调查了，还没有消息回来。黄长官。什么事？我们找到一个眼线，他说有消息。这件案子快点办妥。哎。好了好了，听你讲。哎，进来。就是他。说。哎，长官叫你说呢。是是是。哎，我的工作呢是看水塘的。在上个星期六，我看到一个男人在那儿走来走去的，就是说你们发现死尸的那个地方啊，我当时就觉得很奇怪了，我就过去问了一问他。他怎么说？他也没有回答我，我看形迹可疑，跟着他就拦了辆计程车就走了。哎，我把车牌抄下来了，您看看。上个礼拜六下午3点钟，你有没有在城门水塘接过一个男人？有啊。上个星期六在城门水塘是有个男人坐我的车子。那你记不记得他在哪儿下车？北角佛堂门口。黄长官，我们在北角那间佛堂查过了。你们查了些什么？那天有个男人在那儿供奉了一个小女孩的灵位。那个男人有没有留下姓名地址？没有啊。不过我们查到一张相片。这张相片他当灵位那样供奉着。这个女孩叫什么名字？不知道，她留下10年的香油钱就走了。你们马上去每间小学搜集所有的校章回来。是，走。对对看，啊！小心点啊！开门！开门！开门！我们是刑警，你认不认识这个小女孩？起立！法官大人。被告林伟以生父的身份残杀自己的骨肉，根据被告人的口供跟警方的调查记录，证明被告人这样做是没有人性的冷血谋杀。本人请求法庭处以被告还手死刑。法官大人，我代表被告请求法庭允许被告自辩，请求批准。我不想杀死自己的女儿的。那你为什么要杀她呢？法官大人，我怀疑是被人下了降头或中了邪才会杀死女儿的。现在是科学昌明的社会，怎么会有这种荒牛的事？现在本席把你交给精神病医生检验后再做宣判。
起立。玛丽，今天晚上吃什么？吃牛扒。怎么牛扒这么生啊？牛扒要生一点才好吃嘛。你们那边的人真是没有开化，样样都要吃生的，要不要用手抓的吃？好了，算我怕了你了，我再给你煎熟一点。谢谢。被告人林伟，本席已经接到精神病医生的报告，证明你神志正常，你以生父之尊竟然用残酷的手段杀害你女儿的小生命，足见你是一个丧心病狂的人。陪审员也一直认为你蓄意谋杀亲女林幼兰，罪名成立。现在本席判你还手死刑，至气绝身亡为止。愿上帝宽恕你的灵魂。起立。走。长官，早上好。走开。我从山中来，带着蓝花草。那个神经病把我打晕之后，等我醒过来就不见了，不见了制服还有帽子。嗯，王长官，他们这枪还在这儿呢。这个王八蛋一定想冒警抢劫了。把他说好。平时袭击警察呢，多数是为了要一支枪，这次只要制服不要枪是为什么呢？是啊。安全警察，哎，波比，那个神经病我已经叫人把他送去精神病院了。还有杀亲生女的林伟，他要求见你。见我？这件案子已经结束了。他说有事情一定要跟你说，你就去见见他吧。啊，谢谢。坐吧。哦，这件案子已经结束了，还找我干什么？我有点事情想跟您说。那也不一定要找我。长官，这件案子是你负责的，我不找你找谁呢？好吧，有什么事你说吧。长官，他们都不相信我，我怀疑真的给人下了降头了。什么？你找我来就要说这些个？不是，长官，你听我说，三个月前我跟一个旅行团去南洋玩。
呀，我先享受一下冷气，好舒服。嗯，哎，你这么着急干什么？哎，人体按摩吗？哎，何必那么着急呢？有的是时间。林先生、黄先生，十分钟之后在楼下大堂集合，我们去参观水上市场，你们不要迟到啊。哎，怎么搞的？跟赶鸭子一样，难怪那些人不愿意参加旅行团呢。你去你的吧，我现在要享受一下喽。林先生啊，小心点，泰国兰花比越南玫瑰更厉害。哎，你放心，我雨衣雨伞全都带齐了，安全可靠。你等着瞧。要来问起来啊，不冷不冷，要要 up stairs OK come on。What can I do for you? Salon. Blast salon. Yeah, yeah, yeah. 一定是要跌打酒了。Here come. 哎呀。Very good, okay? Okay. You, Hong Kong. Yeah, I come from Hong Kong. Stephen Lam. Stephen Lam, my name. What is your name? You. Me, Sylvain. Yeah. Boom Brown. Blink Brown? No, Boom Brown. Oh, Blink Brown. Yeah, Blink Brown. Yeah. Your date birth, 1953, March 26th. That's my birthday. Birthday? Birthday.Birthday. That's my birthda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ding ding. Happy birthday, ding ding. Birthday. Hey, you know me, a big boss, many, many money, penny, money, money. You? Me? Yeah. Two things to run. Two things to run? Yeah. Oh, 原来是按摩的。怪不得住得那么好。Okay, okay. 嗯 ，No. Tap tight. Oh, I paid you money. Hey, I paid you money. Oh, tap tight. I paid you money. 是个高级货啊，给他钱都不要。得想个办法。
行 ，OK。Pattaya Sashing。Yeah, yeah, I pay you money, money, money. For you, for you.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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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Taxi, hotel, everything. OK. Yeah. What are you doing? You, huh? Lucky, June, oh. 81, oh. Come to see me. Okay, okay. Dundee, June, 81, I come to see you. Okay. I love you. I love you too. Take photo. Yeah, take photo, take photo. Take the solemn photo. Smile. Yeah. My dear,
You give me. Yes. Me give. Oh, you. Beautiful. Thank you. 林先生，搬小区了。啊，来了来了。I must go. Bye bye. 哎 ，Stephen. What? It's for you. 林先生，快点啊！啊，来了。Bye bye. 哎呀，哎，我发财了嘿！发什么财？哎，就是那个泰国妞啊，我给她的钱，她全都还给我了。哎，这么说她动了真情了？哎，逢场作戏，我才没空跟她谈情说爱呢。哎，先把她换成港币。林先生，信。啊。是什么东西啊？哇！哈哈，嗯，哎，小陈呢？啊，见识见识吧，有相片为证的，看看呗，没骗你吧？这才够意思啊！哎，你看啊，看什么呀？女孩子不准看，你没关系，你们女的走，别看啊！哇！哎，你看一个，真够意思啊！当然了。棒极了，而且还是处女呢。什么？喂，什么价钱？下次我到泰国介绍给我怎么样？你以为吃东西呢？讨价还价。我玩完以后啊，他还把钱全都还给我了。你说厉害不厉害？哎，我就喜欢这种类型。我要是去泰国，你介绍给我吧。哎，算了吧，你哪有我那么帅呀？我全都有。哎，别做这个美梦了。哎，看完了吧？哎，还给我。哎，拿着大伙看看吧。哎，看看吧，看看吧。小气啊，这么小气。哎，什么东西啊？啊，与你无关呢。不要啊！是太累了。不是啊，你从泰国回来就这样。休息一下就好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性无能的。你说了半天，没有一点是证明你中了降头。你听我说，大概在两个礼拜前的一个晚上，那天好像是旧历的8月15。上学了，爸爸
好给你穿校服啊，要乖啊，在学校听老师的话，不要怕了。真好玩啊。丫头，昨晚流鼻血了，看看。没有。血是哪来的？不知道。该上学啦。阿伟，不是我这个姨奶奶说你啊，你年纪也不小了，也应该娶个人回来照顾照顾小孩子。我都几十岁了，每天还要我跑来跑去的。哎，别看了。你是生猪肝干什么啊？照我的斩算，你这种情形是邪魔已经附上了你的身体，就是你最亲近的人也会害死你的。那怎么办？你去问问他。那有什么办法可以赶走邪魔？赶是赶不走的，这个邪魔是非常厉害的，要用九寸的大钉子在头上钉死他，将他的灵魂关在佛堂里面，要关上十年。丫头！帮我切一个苹果。就是你最亲近的人也会害死你的，邪魔是非常厉害的，一定要用九寸长的大钉子
在头上钉死他，在头上钉死他，钉死他，钉死他。爸爸，我捉到一只蝴蝶。就这样，我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女儿，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为什么？为什么？我对不住女儿，我对不住女儿啊！哎呦，我。探长，我所说的话全都是真的。你看，有没有看过医生？有，医生说我是男性荷尔蒙突然增加才会这样的。除了这个，还有其他的吗？你还是坚持你是被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影响之下杀你的女儿？是，当时我是身不由己地干出了这种事的。但是你已经承认了是你自己亲手杀死你的女儿的。是的，我的确是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女儿，但是我不明白我怎么会干出这种事呢。我一直良心上很过意不去，所以我请求你帮我一个忙。你希望我怎么帮你？我想清楚地知道是一种什么力量驱使我干出这种事呢。我已经被判了死刑了，就算不死我也要坐一辈子的牢，我自己已经没有办法出去亲自证明这件事，所以我想请你帮我查明这件事，我到底是不是被人下了降头了。长官，我求求你帮帮我吧，帮帮我吧。你送来化验的事物，经过我的化验，里面的液体是一种有机物体内提炼出来的。有机物体？ Yes, organic matter, 也就是有生命的东西。这种东西经过我的化验是没有毒的，不会在身上留下任何的斑点。如果你需要详细的报告，我可以帮你拿去英国的苏格兰厂检验科详细的化验一下。不用了。那这件事物先还给你。谢谢。不用客气。
要到南洋去一次。为什么无端端的要去啊？我一直不相信有降头这种事，但是这几天我见到的听到的有很多的疑点，这件案子不是那么简单的。所以呢，我都说过了，降头有时候你无法不信的。在南洋我有个表哥，他以前也给人下过降头，后来找人替他解了以后，他才没有事的。真会有这种事？我怎么会骗你呢？金长官，我是波比，这么晚了不好意思，我想请几天假到南洋去。啊，是私事。哎，我知道。啊，谢谢谢谢，不好意思。鲍比，如果你一定要去，我叫我表哥照顾你。不过你千万要记住，如果有人给你东西吃，你千万别乱吃，要不然会给人下降头的。你放心，你以为我是小孩啊？嗯。Cari siapa? Nak cari penyisian perempuan. Saya. Mengapa? Dia kata dia adalah. Kamu tanya dia, dia tahu tak seorang yang dari Hong Kong yang bernama Stephen Lin? Oh. Lu kenal dia di Hong Kong Stephen Lin? Huang Xian Sheng, saya rasa dia tidak akan berbicara. Ada cara lain? Lebih baik kita cari seorang seniman dan bertanya kepada teman kamu yang menanam apa jenis cabai, baiklah? Hanya boleh cuba. Kiri kanan uyo lima suruh ona iku sana usiro dua dunia jalan kiri kanan oya lobo sini sana olo sono dunia bumi bima dunia jiwa uku mahar isa ono oko nasin kongsa yo onara iyo oma sini konjo sura uruma kiri kanan ono sana sini nu no sono dono opiara o sono dana sura ono maha iyo dana uno sini ka ina ana sura ale o ini yo hanura ola kiri kanan bima dunia uru jalan ini ola ana在请蔡兰神。
你这样做表示你不诚心，那就请不到蔡兰神了。蔡兰神，你要跟他讲到阿爸。他问蔡兰神：“你的朋友种的是什么降头？”马达当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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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达当哎，滚蛋！合债。王先生，蔡兰神说你的朋友种的是湿油酱。降头师下湿油酱是要在月圆之夜，去找一个死了没多久的孕妇尸体，拿出她的湿油。本当に多かった。
나도까라겨야핸드마라메감베로이디소리람베드어降头师念经三天三夜之后，就把事物交给被下降头的人带在身上。如果到了限期还不回来，那么到月圆之夜，那些尸油就会从事物那儿慢慢渗出来，粘在被害人的身上。那么受害人会怎么样？Orang yang sakit bagaimana? Orang dapat sakit itu bisa bagaimana? 中了降头的人会产生幻觉。他会觉得他最亲近的人要杀害他。其实刚刚相反，他会杀死他最亲的人，因此他会受惩罚，身体腐烂，痛苦而死。请你问问他，如果受害人中了尸油降，那他会不会有性机能衰弱的可能？Nggak bisa berdiri lagi nggak? Dia nggak bisa berdiri lagi. 这种现象就是中了棺材降。
바지 호 바레 호 아디다 하 군데 가라오네 하고도 아 부르네 네 혼디로게 라일란 王先生，这种降头到了一定的期限就会发挥魔力，令到中降的男人不举。除非可以找到下降头的降头师，解完降才能够复原。这种降头能不能解呢？你再问问他，下降头的降头师是谁呢？姨母，orangnya kena gong tau bisa dibuang kan？神媒说他法力不足，不能够解这两种降头，也不知道是哪个降头师下的降头。同时，当你朋友解降的时候，对方一定会有感觉。如果他硬要做这件事，他自己也有生命危险。他说，如果一定要解降，那就要去距离这儿100公里那么远的地方，有一个叫吞塔里的，那有个高僧叫温马达摩，你找他也许可以帮你。哈塞尔，合债，合债。因为我朋友们在的 Hong Kong， 他带一个家湾，我来跟他跟头，速度半途音，怎么呢？这样的情况我可以试试。但是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胜负的问题不可预测。大师，你是中国人吗？我是潮州人。好几代以前移居到泰国来的。黄先生，大师肯了，你要不要试一试啊？嗯，要试试，谢谢你啊。好，那就麻烦你交那受害人的姓名生辰八字给我，3天以后会有结果，到时你们来找我。阿仔。
降头师下死降，是把受害人的相片用棺材钉钉住他的穴道。要解降，一定要法力高强的人把钉子拔出来，然后才能解他的降。降头师分为十二种，他们分别属于十二种邪恶的动物，有蛇、蝙蝠跟鲸鱼等等。如果想查出被下降的人是给哪一种降头师下的降，那就一定要把他的姓名、生辰八字写在一张纸上，很虔诚地向佛祖祷告。祷告完了，就把那张纸烧成灰，压碎它，再加点连坐的圣水下去，调匀了以后，就倒在十二种降头师的原版上。那么它属于哪一种降头师，那它的范围就会变成紫色。知道是哪一种降头师以后，就可以着手解降。现在这个降头师是属于蝙蝠。我他妈呀啊天色马上给我，我跟着我去，就是啊，你啊，马上给我。月文明当眼干怎么样观法然那是杨维哈拉蒂一世法的内名格他也当着观法观反着忘记也并不安满的是推美并不为安泰反法其的那是与他们做家人他们都干嘛都干你干你看我我尊敬你我安那里我安那的三你我我家人安达基拉玛达努我我都他把压住受害人那张相片的邪魔像打碎了以后，就要做法查出被下降的人盯了什么穴道，他用手就可以感应到了。原来他是盯了右太阳穴，眉心穴，左太阳穴跟锁喉穴。找出来以后，又要做法把钉住穴道的棺材钉拔出来。一里二阵三斗四兵
黄先生，对方法力高强，我需要进入佛堂打坐七天，增加法力，才能够决定是否跟他再斗过。这里
有一块我佛莲座金叶，你交给被落了降头的人，十颗带着，即可避免情况恶化，暂时可保平安。七天以后你们再来找我。谢谢谢谢。Makusu, Hong Kong ada orang Wong Kam San datang cari saya. Sekarang bagaimana? Hong Kong sih orang Hong Kong dah hampir tidak ada. Akhirnya, ini sih orang Hamad di sini ada tiga. Haku di luar Hamad. Ya, saya senang. Hari, Hantu kita Hamid abadi.Siapa bohong saya? Saya mau dia mati baru saja. Hanya itu ha. Hampir aku abah kita itu abah si wah oh leh umat. Jadi itu abah si oh ada kita abah. Tidak kasih masuk rumah. Hotel. Hampir aku aku dia hotel aku anak itu ha hei roa.Did you have a good time? Yeah, great. Judy, did you leave the window open this morning? No, I didn't. Excuse me. Yes? Can you tell me Wong Kim San's in what room, please? Okay, this way, please. Thank you.Wong Kim San, 20 December 1946, Hong Kong. Already in Hong Kong, there, what is it? Orang jahat, mesti mati. Siapa juga tidak boleh.Berapa duit saya kasih? Oh, Hong Kong ini, Hong Kong jadi Hong Kong, Inspector Wong, alright, and jauh dari ini, aku ni Hong Party, si, oh, ni Hong Kong. Bobby, 啊，局长，你回来了，我还在放假呢。我知道，你叫我回来干什么？上次伯福林道那件案子。明天上堂，啊，还有啊，上次那个神经病由精神病院跑了出来，你帮帮忙，顺便替我查一查啊。哦，对了，波比，你这次到南洋那边查降头的事情，究竟有没有这种事？哎，奇怪的是，我见的很多，下降头呢就没有见过。啊，金长官，林伟现在怎么样了？进了监狱医院，听说病得很重，待会儿见啊。长官，没事，蔡姑娘一定很漂亮了。哎，哇，嘿，这什么东西啊？这故事说起来话长了，你们还是不必知道的好。这人就是送他的，哎，那错不了。走了，出去工作了。走，好，走。啊，阿晨啊，
我到监狱医院去一趟，有事扣机扣我。好。林伟突然间病情恶化，进了隔离病房。他究竟什么病？他生了一种好像麻风那样的恶性皮肤溃疡。我进去看看他可以吗？嗯，不行。他这种是恶性传染病，任何人都不能看他。把这个东西交给他行吗？都不可以，这是院方规定。对不起，电话在哪？在楼下。什么？好，我马上来。刚才他安宁说话，说是上次那个疯子打伤的。哦，那么枪呢？让疯子抢走了。啊，哎，探长，探长，这件案子你们列为什么案子？暂时列为袭警。哎，请问对这个疯子的再次袭击，你们采取什么措施？对不起，对不起，暂时无可奉告。这玩意儿埋到马路当中间去了。是啊，还在柠檬上扎了那么多针。鲍比，你怎么了？你觉得哪儿不舒服啊？刚才我心口很疼，现在好一点。别研究了，把它扔了算了。老太太，来。黄先生，请把你背部给我听一听。好了，黄先生，你觉不觉得你早上起来的时候，你的胸部好像像一条绳子绑紧了一样，有压缩感跟压迫感，总之好像有个重的东西压住一样。好像是有过。哦，
那你觉不觉得近来你的左手有没有发生过这种麻痹的现象呢？有时候会。哦，黄先生平时在活动的时候觉不觉得比以前呼吸急促一点呢？啊，有没有这个现象？是啊，我听你说过有的。如果是这种情形，我要替你做一次心电图检查。礼拜三好不好？好，就礼拜三吧。对不起，礼拜三我没有空，有一案子要上堂。鲍比，身体要紧嘛，请一天假了。不是这样好了，我一有空就打电话给你，再替我安排时间。好，不过越快越好，不要拖延呢。不会的，谢谢你啊，医生。谢谢你。好，别客气。这块是你的。怎么煎得这么熟啊？你不是说不喜欢吃生的吗？还说我们南洋人不开化。喂，找谁呀？等一下，鲍比，电话。喂，好，我马上来。我有要紧事要出去一趟。喂，你们两个机警点，那边上去，我们从这边进去。好，是。哎，他有枪的，小心点。黄长官，你怎么了？不知道怎么搞的，我突然头疼。哎呀，哎，你快去办事去。哦。滚下来了，你没事吧？哎，你流鼻血，耳朵里也有。长官，长官，是假的，怎么办？抓我干什么呀？放他走。真奇怪，不知道为什么，最近我的胸口老是发闷。长官，要不要马上送你去看医生啊？不用了，回家歇会儿就好了。鲍比，哎，你干什么呢？
照你所讲的情形，你先生是中了南阳的邪术，如果不马上驱除身上的妖魔，他就会有生命的危险。道长，要怎么样才能救我的丈夫呢？很容易，我选个日子替你先生做场法事，替他消灾解难。好，这样也好。要等多久啊？很快的，我准备好了，马上就通知你。我替你解。谢谢。怎么会有这么多的血？啊，一定是今天早上买菜的时候肉上的血滴下来的。太太的危险期已经过去了，差一公分那把刀就插入心脏，他吃了药很快就会睡。谢谢你。你要特别小心，我碰到的是飞将，那个降头师养了个小鬼来杀我。我知道，你放心好了。长官，你出来一下。长官，有消息到，我们在西贡找到那个神经病了，现在正监视他。好，我就去，你给我看着。是。哎呦，哎呦，哎呦，
长官，有人说发现了那个神经病，通知行动组。是是。长官，楼上有枪声啊！快上去！上去！哎，有楼梯上去！是，好，走走。Omera andanato praticava。长官，你怎么样了？你没事吧？没事，小孩叫你快上去找。王先生，你这种心肌急性栓塞病能够医好，那可真算是你运气啊！是啊，以后你可要记住啊，千万不要太辛苦了，你要多休息，调养好你的身体才行啊！谢谢谢谢谢谢医生说医生的话。穿上这件衣服，外面很凉。先坐下。嗯，你找谁呀？请问黄锦森先生在家吗？
啊，在家。鲍比，有位大师来找你。达摩大师，你到香港来了。黄先生，你为什么七天之后不来找我？我忽然有点要紧的事情，赶回香港来了。哦，那麻烦你把那连坐今夜还给我好吗？好，玛丽，今夜在我口袋里，你拿来给我。大师，你到香港来干什么？我知道降头师已经来了香港，现在不是我和你的事了，是我和降头师的事，是正和邪的生死决斗。鲍比，是不是这个？大师，哦，黄先生，我很高兴你的身体没有受到伤害。阿弥陀佛。马虎素。碰到了巫术。